啊，对，加定了结婚。没钉子，他没钉子，他那么个声，吧嗒吧嗒的。你看那个，反正就是一个用不吉利的。接缝一点。往前，再往前，啊，好。好了，立起来了。啊，放那是。好的，咱忙把那些家务里都忙。别说话。没得变过了。
来看着啊，我去贴标志。嗯。
大。嗯。大。断了那个。这单个人。这是你家的。拿点三包咱们。站出来了吗？搁什么玩意儿？
课贴完，咱拔了试试。这地儿堵得了。
那么多工作，还做那么多工作，你两年怎么又不多工作？现在不干的事吗？你还去买个手工嘞？你说你这……我刚才拿点钱，那个，什么，那个什么是那个，姓李是吧？啊。他那有个女的，坏了呢。我听充电就好了嘞。我刚才拿过来修修，我媳妇说他今晚不去，打消了我的积极性。今天是单头日啊，单头就没有他是吧？哎，那是没有人单头，就是呢，我也说这里没单头日，双头日。
个水的啊。嗯，你不是。我听天说的。行行。行。
河南素。你问细节吧。这个得，这个不要凉了都行了。这个纯鱼凉一下。这《红楼梦》的主题曲吧，我操！石头记，谁写的？曹雪芹写的。两小城，俺那个黄石，给他黄石一个。他看的正眼，他起了。加班入门后出来当导师是不是？我操，导师吗？家王世袭吧，我操，四大家族。今天过来快点，你往家家，这不太热了哈。离得远点儿。俺细啊，下边你那儿摆四个摆不慌啊？摆四个吧。光上点儿，光上点儿，四个卡出来，哈哈。啊？演员？大陆演员那个谁使了？那个李伟拿去了？李伟拿出来？